习近平总书记提出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节约能源、保护环境是21世纪发展的两大主题。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环境友好型绿色分离技术，也是一项颠覆传统工艺的高新技术，广泛应用于医药、食品、香辛料、化妆品等领域。贵州汇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高端食用植物油、香辛料精油、保健食品等产品研发、生产加工的企业，采用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生产的系列产品，突破传统生产工艺，利用在超临界状态下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剂，从液体和固体物质中提取有效成分，通过低温萃取工艺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材料的生物活性，产品易于人体吸收，营养素更丰富，具有更安全、更健康等特点。贵州农产品天然根植绿色基因，蕴含山水之灵。公司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时提出的创新路、开新局、抢新机、出新技为指引，致力于萃取植物精华、呵护人类健康发展理念。按照一园一心一地总体规划，依托大娄山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优势，发展培育绿色无染的农产品，以绿色萃取技术开发了娄山官牌菜籽油、核桃油、元宝枫子油等系列高端产品，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，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，推动萃取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。汇合万物萃其精，腾跃山河立其行，汇腾科技将立足贵州，辐射全国，走向世界，力争打造世界超临界萃取中心。